挑战一天只吃自己喜欢的食物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是什么体验 ？Later。先来吃一小口乌骨鸡爪火鸡面。过瘾指数100分。再来吃第二款麻酱面皮。过瘾指数满分。Nice。再来吃第三款嗦一口螺蛳粉。满足指数满分。最后一款重庆小面。过瘾指数99分。啊，真香真香真香。最后再来喝一个小罐头，生活的仪式感，给它倒到杯子里。过瘾。好啦，姐妹们，今天这期食物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